大家好，我是个面塑艺人，名叫石振山，来自山东菏泽，潮州面人的叫。我给大家做个生肖小猴，看看啊，这个首先是做这个配这个肉色，肉色的，做头，做头部，然后你捏出来，把它捏尖，猴子嘴巴是尖的。然后加白色，猴脸是红色的嘛，加红的，然后用了工具来滚一下，把它中间这个印儿滚出来，做鼻子，然后这头做鼻子，这头做眼睛，做眼睛，做眼睛先做白的，白眼睛，白眼圈，然后黑眼珠，两个眼睛一样大啊，要注意。外边再给它包一层毛啊，毛是这种咖啡色的，毛让梳子印一下，梳子啊，然后耳朵，工具在。耳眼做出来，身体，说是身体，然后腿，这个做小猴，不管做什么东西啊，那个拿面是关键的，拿多少，腿拿多少，手拿多少，这是关键的，这可以当。木头印一下这脚，脖子，咱做腿，做手，手要比腿要少一点，就少一点。像剪刀把手剪出来，咱做个桃子给他，小猴爱吃桃，做个桃子。先做桃叶儿，然后做桃，画干了，红的白的哈，桃子，做尾巴。这小动物很简单，这猴子，再加点羽毛，梳子印上羽毛，这就传统的。你要做特别逼真形象，那就雕塑了，这传统手法。这小生肖猴子做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咱们这个面塑啊，现在国家很重视，非遗文化，做着面塑，在我现在美国呢，要美国同志朋友呢也了解一下，更多的美国朋友喜欢这个手艺。